般提交协议的时候，北运河水系治理工作会苦。负责运强调，要通过规范北运河水系治理这一代表性目的。姥姥。姥姥。乐乐，你看什么呀？那么专注。那么先放脸，让他休息。让他休息一下，说下英语。拿个包子给他看报。看中文还看英文？还在玩什么东西？可认真了。用手在抓纱布的看。爷爷在看新闻。学习新闻。学习新闻。昨天比赛赢没赢？赢了。昨天啊？昨天27连胜。哎，你看我老七了。21嘛。还没老七了。他原来是正好是他24连胜。哎呀，没老七了嘞！哎呀。抓这个，拿什么？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北京市拿去吗？你又去抓尾鱼干了呀？他把尾嘴给逮下来了。啊！现在可知道手会动了。北京晚报创刊50周年。哦，要出手了。啊！今年可能他是不是要创NBA 这一个记录？历史记录。排名第二了。其他没那个连胜21场吧？湖人队在历史上连胜过33场。这个27场是现在排名第二的。以前米尔霍基雄鹿队是排名，就是赢20场。哦。就易建联那个队历史上。历史上，哦，雄鹿队啊。对。乐乐，乐乐打印，哎，小姑娘打印。妈妈在那贪吃。把它录进。嗨。拿个骨头去拿它。还有那家姥姥的伤块没吃，你帮他吃吧。那么好，你的三块还有。照相的这是爸爸。Hello。跳舞，小哥哥跳舞，看见没？